以下呢位歌手咧係重量級歌手嚟嘅，嗱，我想介紹下佢啦。呢位歌手咧，佢就參加咗香港嘅中年好聲音，等緊而家係入100強入邊，係入100強嘅大熱門，早做大熱門啦嚇，100強嘅大熱。稍後咧，電視台咧會公布噶啦。大眾咧而家俾咗個稱號佢，叫佢咩啊？知唔知啊？大家有個稱號俾佢，叫 Rock 女。有請我麥蘇華師傅 ，Rock 女，俾啲掌聲 Rock 女。好，送俾大家夢想號黃包車。人问我怎么带他远去，自己增加了苦累。问怎么忍受那些罪孽，要他喝令前驱。沿途没有哼出一声半句，自己不敢受罪。让他坐车上，我拉他去，要他擦泥扬鞭，我甘心做先驱，先驱绝不理过去，从没有丝毫怯惧，天天都争取，目标虽远，但他每日都赞许。心做先驱，无人问我怎么带他远去，自己增加了苦累。问怎那些罪孽，要他喝令前驱。沿途没有哼出怨声半句，自己不敢受罪。让他坐车上，我拉他去，要他擦泥扬鞭，我甘心做先驱。但他每日都赞许，我甘心做先驱。
剛才唱了一首快歌，有點喘氣，今次唱一首慢歌給大家聽，好嗎？送首一首給大家聽。